配上一套直驱方向盘需要花费多少钱呢? P22支架加座椅价格大概2000多，高翔同款主机为后续升级4屏选用大概20000左右的价格，速魔阿尔法直驱方向盘价格8400元左右，速魔序列档价格2000左右。 速魔 P2000液压踏板价格3900元左右。 在Steam 网站上下载游戏，尘埃拉力赛 2.0 中文版价格大概100多，神力科莎价格大概100多，整套下来要37000左右。你还以为这样算贵吗？还有后续，记得关注。